跟我的小学同学高立伟还有他们家，因为骑中社路，然后计划是我们骑完之后要再去吃早餐聊聊天，因为好久没见了。好酷，好久不见的同学高立伟，他就是我的小学同学高立伟，从小就很幽默风趣。嗨，啊，提前路过来哦。对啊。这是我另一个小学同学张宏嘉，现在是高级音响店君君音响的老板。没有，我出门的时候我忘了我的手，找不到我的手套。就在找手套，手都断掉了。然后你看，哇，太拼了！为了要陪他去，陪高董，为了陪高董。昨天晚上痛到不行，然后去包。他想说今天不能很痛，你就去打止痛针啊。不行，真的是不行。我想说包起来还是要来。出发啦，我们要去中社路。你要换个探车，像高董这样，有没有？高董骑这个又这种车，如果很帅，就不是这种 level， 对不对？高等级什么？感觉他今天你比卡龙开一台了，好不好？2000多，刚好入的，差不多。哎，我的小学同学，30年没见，30年没见，对啊，哦，现在应该可以看到很多中十六的人。中十六活动就是中社路骑十六趟的活动，总计128公里，爬升4000公尺，超越玉山的高度。他们今天要骑十六趟，要骑就一趟而已啊，我跟你们骑而已啊。没有，我就等一下还要去送货啊，还要去约会啊。没有，我还要先去那个。没有没有，这还要按，这 GoPro 3。换的啊，你这样子出来，现在被弄这么差，把我照不怪你。哦，加油 ！Ubike 神人王医师今天也来参加中十六的活动。哦。他十六号。对。16超屌的，这台真的很好看。阿嘎，你也可以考虑一下这台。主要是人的关系。哦。主要是人。说的也是。发挥起来是另外一种。不是说你不要这样子，其实钢管车也是很好看。像你这样子，车子刚看就很好看。哈哈哈哈哈。对啊。我知道这个人太开心啦，啊！今天可以跟我们好久不见的国小同学一起骑这个棕色，真的，高董认真的，开起来！哦，欸，是终点吗？对，终点就在前面。确定。我已经有点忘了终点当什么样。到了，最后冲刺。啊，有活动哎！我刚刚最后刷过高董，不想活了。回去要被罚了。20几分钟吧。我上去。超棒的中十六活动，请大家吃吃喝喝，佛心来的。快点，这个怎么可以冲那么快？我看到那张那个红色的警示牌，哎，就到了，就冲了。我觉得我们这次主人很勤快，对，都有在进步哈。我不用，我刚吃了，嗯，超好的，超好的活动。这是明星那个魏小豪，很漂亮啊。你要不要跟他拍照？那你跟他拍照，可以跟你拍照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们三个，一趟，我们一趟就要休息。我不大会，你要帮我照好了。一起拍。那我们要。王医师，第几趟了？要准备起十一。厉害哦，准备去十一趟了。你要赶着上班呢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你需要什么可以帮你用？没有，你要找什么我帮你找。需要赶快下山，赶快赶上班。王医师太认真了 ，Go Go。走吧，那我们就走了，下山吃早餐啦。来这家。哎，你这很快哎，我们都跟不上。与农路最速难，真的。都跟不上高董。我该不会这里的菜单是错的？没有吧。好啦，我垫底啦。后来拿回我垫底，然后他刚来跟高一伟大家吃完早餐，现在我要自己骑承德大道上文化大学去草山星巴克，跟熊哥他们会合。
第一次骑仰的大道上阳明山，之前都是下滑。以前这条路经常骑摩托车上来，哇，好累哦，骑了17分钟还没到。好热。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充实又愉快的上午。